好，我是子昀，我是 Wins， 大家好。首先呢，要先给正在观赏这部影片的观众深深的一鞠躬，一鞠躬，耶，二鞠躬，一鞠躬，耶，这样比较诚意嘛。好，至于我们今天那个影片，就是要告诉各位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订阅终于10万啦，耶，耶 ，Nice。下个目标就是20万啦，但是我们也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终于达到10万这个难关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决定回馈各位来个这个问答时间。问答时间是大家最喜欢的问答时间，没错，而且重点是我们问答时间还会有抽奖哦。没错，哎，其实你知道我想做这个东西想了很久了吗？大概想了1年多了。因为抱歉，那个89万好像卡了蛮久了。是谁的问题？我觉得应该都有了。好了，应该是我的问题。我也有啦，平常精华做的不够，好，没有精华玩的不够好。我精华做的不够好啦，对不起，好啦，对不起，我的锅啦，我的锅啦，好啦，我的锅啦。不过还好，我们终于成功的这个达到了这个10万订阅啦。要感谢那个乞丐，对，那个、就是最近拍的那部卡莉丝那个乞讨影片，那部那个点阅率还蛮高，而且冲了不少的订阅啊。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乞丐啊？妈妈是鬼，妈妈是鬼，妈妈是鬼，没有啦。Oh, okay, okay. 还是我又不是要去什么台北车站行乞，干嘛练习这个？好好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很感谢阿昀这个最近非常努力的剪影片，还每日发片，真的是非常辛苦，非常的烧干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以来一直支持着我们，因此我们这次决定要留言送好物给各位。好物，对，就是这颗大碗这个客制化抱枕哦，只送不卖，只送不卖。送不卖哦。对，这个抱枕是我们请秋猫叔叔帮我们画的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很有质感。就是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我们这则影片下面留言。下次我们这个问答影片，你想要我们回答什么样的问题，或者想要我们做哪些事情，比如说大王要去吃大便啦，哎，这个太可了吧，子昀去吃美食啊，哎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，都可以哦，对，反正之类的东西，就是把你们的心得留言在这个影片的下面，对，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对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啊，对，有一个问题不要问，哪个问题？low 的问题哦 ，low 的问题，拜托不要再问 low 的问题，不要在我们10万订阅影片下面问说，哎，哪个打野比较强？对呀、啊，哎，Wins现在哪只打野比较好爬？那个东西，那个问题，等之后 low 的这个精华影片之类的，或者教学影片的话，你们在下面留言的话，拜托就是先别 low 问 low 的问题啊，但是其他问题都可以问，或者是也可以说什么希望我跟阿昀，或者是我们想要找某某朋友啊，比如找个特哥啦，找个 BB 啊，一起去干嘛？对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喽，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会参考各位的问题，参考而已。参考，但是不一定没有，还是有用啦，有参考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假如他们叫我们去跟馆长单挑怎么办？不要啦，我逆下去啊！那天就是我的忌日了。我们先打扫好葬仪式。不要啦，不太好啦。OK 啦 ，OK。OK， 好，那就再麻烦各位留言喽，也谢谢各位一起来支持啦。对，谢谢各位，好，拜拜，下个影片见喽。耶，下个影片见，拜。